快的啊，这一果然已经打到罚球线了。连续的变向晃动，不争进行跳投，很好的抓到。侯一凡也有篮，稍显仓促。他的反击，转过。哎呦，人家进攻端现在失误太多啊！王红这球追的还不错，哇！刘铮，可惜，好球！大范围转移，哎呦，这不算是好机会啊！实际机会出的真的是不少，你不能指望广厦这全场比赛一直铁呀、啊！转，嚯，传向球漂亮！J， 失误的概率就越高。俄罗斯，哇，哇直接扛开，开了还传。二周，球有点可惜。哎呦，这球场上又落后了将近20分，这比赛呢，我觉得肯尼亚应该是没有压，很难了。刘铮再来，阿姆刘逊跟雷诺兹发起挡拆配合，自己来带分，好机会。一脚还一个，来了，